Hello， 姐妹们，咱们家 offer 来活动了啊！之前是19.9一桶，39.8两桶，赠一个这个早餐杯。现在立减10元，29.8给大家发两桶 offer， 然后还给大家赠早餐杯。现在我冲一下啊，拿两勺 offer， 然后用一点这个凉水，放一点，给它搅拌均匀。稍等一下，我现在去拿开水回来冲一下。咱们现在再用刚烧开的开水，95度以上的啊，来冲一下，就把这个 offer 冲成这样透明状就可以，这样就成功了。看姐妹们，看这葡萄干，还有这些芝麻、花生、瓜子、蔓越莓干，里边有好多坚果，它的味道是微甜的，刚冲好的有点烫，不过真的老好喝了。给大家看一下里边是这样子的啊，直接用两勺就能冲那么一杯。这个杯子其实挺大的，就顶咱家的碗，只能顶一碗了。看里边的坚果，都是能看得见的。姐妹们，大家一直等活动的，或者大家有喜欢喝这个藕粉羹的，大家小黄车可以去拍啊。就是孕妇宝妈啥的都可以喝，家里有老人小孩的都可以喝啊，直接冲一下就行，特别省事儿。